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61页，倒数第三行。看念老的注解，平等者，利差别。经云：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正显平等之意。这个我们前面说过。心，无论是真心是妄心，啊，佛，一切众生，完全没有差别，这就是平等。心佛众生把全宇宙一切现象都讲到了，啊，真的是一个都不漏。众生广义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科学将万物分类，动物是众缘和合的，啊，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的，矿物还是众缘和合的。所以说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啊，不是众缘和合的。众缘和合的，通通平等。为什么？从一个字先分的，生的。啊，从一个原因现的，这个原因就是因缘。一切法不离开因缘，啊，善因善缘就有善果，啊，恶因恶缘那就有恶报，啊，这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这是真理，永远不变的真理。入佛境界经曰：菩提者，名为平等；平等者，名为真如。乃至平等者，即是入不二法门。这是把平等讲到究竟之处了。啊，平等就是菩提，就是真如。啊，就是入不二法门。如是其如，一般讲的正。啊，正得真如，正得自信，正得菩提，就叫入不二法门。
啊，菩提是不二法，真如是不二法，平等是不二法。啊，这多重要！这一桩事情能不留意吗？凡夫起心动念都落而散了，也就是无量的分别，无量的执着，哪来的平等啊？所以清净平等本来有，失掉了；起心动念失掉了；分别执着失掉了啊，现在佛菩萨教我们，叫我们回头，把清净平等找回来。啊，怎么失掉的？是起妄想分别执着失掉的。啊，怎么样把它找回来呢？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它就现前了。大乘教里面，佛讲真话，并没有失掉，只是有障碍，不能现前。啊，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所以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障碍没有了，啊，清净平等不二法门就现前了。修行就是修这个，这叫真功夫。不二法门，这是佛学的术语啊。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揭露佛学大辞典的不二之理，啊，有事必有理，有理就会有事，啊，不二这个道理，佛道之规范呢，规是规道啊，范是模范呢，啊，古云法叫不二法。慎有知去如三贤是圣，都是由不二法证果的，所以叫他做门。那么佛教有84000法门，这是大乘啊，菩萨修的。这不二法门呢，在诸法门之上，能直接圣道这一。啊，实际上，任何一门，只要入了，入进去，都叫不二法门。啊，好像我们在一个大厅，大厅外面有很多门，啊，四面八方都开了门，你在门外就有很多门，任何一个门走进去之后，
完全平等。啊，才知道一切门是一门，一门是一切门。啊，这叫不二了。任何一门都证得了平等。啊，都其如如来境界。啊，首先我们了解这个不二门，进一步我们怎样进去？啊，真正通达明了是解悟，入进去这是证悟。啊，入进去就是证得妙觉果位。啊，究竟果佛。维摩经上有一个小故事，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，维摩诘居士，这个居士成佛了。出家人成佛，出家是比丘，修行成佛了。在家居士修行也能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入不二门。出家比丘入不二门成佛了，在家居士入不二门也成佛了。那佛跟佛平等的，没有说这个佛比那个佛大，啊，这个佛比那个佛超胜，没有。完全平等的。文殊是菩萨，菩萨向佛请教，维摩诘是佛向佛请教，何等是不二法门？那就什么叫做不二法门？文殊菩萨问了这个问题，维摩默然不应。维摩菩萨听到之后没说话，一定是看着他，没说话。文殊菩萨开悟了。啊，开悟就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这善哉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无有文字语言呢，是真不二法门。啊，维摩居士如果一开口了，就错了，一开口就落二三了，就不是不二。”啊，所以文殊立刻就悟了，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。赵云深照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：“言为世则，谓之法；众生所有啊，谓之门。”这是解释什么叫法门。言论可以作为世间的原理原则，用现在话说标准。啊，他说的话，啊，是世间一切法的标准。这就称之为法。啊，你依照他的话去走，决定不会错。啊，这法就像轨道一样，
你不会越轨，你一定会到达目的地。这叫法啊，众生所有，佛语一切法身菩萨啊，41位法身大士啊，这些如不二法门，他们都证得啊，这叫如，所以这叫门啊，有门你才能入进去啊，不二之理如何能够悟入？那么那个方法就叫不二法门。唯摩一实现，我们应该明白，怎样能入不二法门呢？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就入进去了。啊，维摩居士做给文殊菩萨看，文殊菩萨很聪明，立刻就知道了。这就是成佛了，这就是得道。这是什么道？佛道，无上佛道，誓愿成，他成了。啊，这就是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不能起心动念的。无论什么境界现前。啊，圣人境界，凡夫境界，魔王境界，啊，所有境界现前，般若经上一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就入不二法门。啊，在所有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为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禅宗里面祖师大德教学人啊，怎么教他呢？魔来了斩魔，佛来了斩佛。魔佛是二法，你都不要去理他，都不要去执着他啊，决定不受他丝毫干扰，这叫入不二法门。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什么叫凡夫？受外面境界干扰的叫凡夫。啊，佛会不会来干扰你？不会。为什么佛不来？就跟这个地方所讲的，唯摩居士不说话，没说你干扰，那叫入不二法门。啊，你的心遇到这个境界，
你就起心动念，起的善心善念，你是凡夫；起的恶心恶念，你也是凡夫。你迷了，起心动念就迷了。不起心不动念是觉，觉而不迷。那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？要学微妙觉思。那众生呢，也得要答复他，打发他。一句话就解决了。你怎么又起心动念了？你怎么又分别执着了？就行了。他要懂，他会开悟；他不懂，那继续迷吧。啊，个人的因缘，个人承受。后面还有一条，《十二门论疏》上有这么一句话：精明啊，以理为门。精明就是微末界去死啊，以理为门，一道清净，故称不二啊。真清净呐！啊，真极可贵。所以云法啊，这是真正到基础啊，可以给我们做榜样啊，我们可以学习至妙虚通古印门，它妙极了啊，真的叫你就悟了。看文殊菩萨在这一句话里头悟了，他一点都不迷 啊，所以这是门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故知有差别就是二，那就不如了。啊，大乘经讲，如如啊，你不如了。啊，故云平等就是入不二法门，就是真如。可见平等之意甚深呐！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。今题中平等觉啊，念老把这三个字合成一句，平等觉，也可以把它分开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为什么？清净是定，心清净；平等是大定，到极处那是自性本定，觉是智慧，开悟了。啊，清净心能开悟，平等心当然能开悟，所以开悟是就啊。
清净平等是定，觉也是慧，定慧平等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啊，所以叫平等觉。他这里是三个意思，第一个，平等普救一切众生，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。经中念佛法门可以当得起平等觉这个称呼啊？为什么呢？他普觉一切众生，上面可以摄受等觉菩萨，下面可以摄受啊无间地狱众生。啊，平等成就，就这一句话好。等觉菩萨也是阿弥陀佛，无间地狱的众生呢，也念阿弥陀佛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平等平等，啊，都称为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菩萨意思是圆满证的三种不退转的菩萨，啊，叫做阿惟越致。啊，三种不退转是地位不退，度众生不退，啊，直趣无上菩提不退，叫三种不退。啊，这在菩萨地位里面最高的。啊，所以是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。啊，你看，心、愿、持名。个个能成就。一个都不漏啊，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那念佛为什么不能去呢？妄想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清净心，你没有平等心，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？啊，极乐世界至少要有清净心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有平等心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觉悟了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凡圣同居土是天人，六道凡夫，方便有余土是四圣，四圣法界。声闻缘觉菩萨，佛，那个佛是相思即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十法界里地位最高了，真正大彻大悟，脱离十法界，生十报庄严土，所以他是平等
成佛之法了。经，经中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之法，普被三根。啊，这个方法，一切众生都能够接受，都能够修学，都能够证果，这平等法。啊，凡夫能不能证最高的果位呢？从理上讲，从事上讲，都是难。他真平等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能不能放下？关键在这个。果然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六根，这叫真修行。什么人修行呢？化身菩萨的修行。这个方法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那六根在六尘中起作用，起作用怎么样呢？它不起心，它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就是法身菩萨。啊，不是离开呀、啊，离开到哪修啊？离开就是无明了。啊，即事而真。你看，这是四相，六根接触六尘是四。啊，即事而真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，佛的真，最高的啊！起心动念，但是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菩萨啊！起心动念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阿罗汉。阿罗汉辟支佛没有执着，起心动念还有分别，但这真修。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没有离开生活啊。那我们人一般人常想了，如果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那不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那你不是知道吗？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哎，看到、听到，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像什么？就像维摩居士刚才讲的视线的一样。维摩居士知道的不知道？知道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那、啊、他什么态度？如如不动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受外头境界丝毫干扰，而外面境界就在眼前，又没有中断，高明呐、啊！啊，佛法在世间呢，不离世间，就后头那个就字。啊，要离开世间，那就错了，到无想天去了，到四空天去了，啊，那叫堕到空里面去了，他不是堕在有，他堕到空里去了。堕空的毛病跟堕有没什么两样，那他执着空啊，那这个人执着有啊。
啊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啊，执着有造业，执着空也造业，造什么业？造无明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糊里糊涂。啊，大经上告诉我们的三恶道是什么因？嗔恚是地狱，贪婪是恶鬼，愚痴是畜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很容易堕到畜生道去了。啊，如果你是带着怨恨，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带一点贪心的时候，到恶鬼去了，三恶道。佛法不能不学，不学走错路不知道，学了之后眼睛就放光了。啊，非道、邪道、恶道决定不走。啊，走如来的正道。本经为当来一切含灵，皆以此法而得度脱。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阿弥陀佛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赞叹。佛说这部经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。这个赞叹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，释迦牟尼佛说的话决定是真的，没有错误。啊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能去听那个伏击的吗？能去听那些附身的吗？暖谈附身，那叫鬼话，灵鬼附身。啊，跟你说这个说那个，你不听如来正法。听鬼话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？也会去往生，不是极乐世界啊，鬼道去了，魔道去了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以为那是佛啊，冒充的。啊，暖坛里面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，那些灵鬼冒充佛菩萨传信息呀，做一点好事。他要是他自己说的，没人相信。他说是他是佛菩萨。啊，小的好事很准确，所以很灵啊，人相信啊。啊，大的事情他就说不准了。啊，近的事情，很近的事情，他说的很准。
啊，说明年后年事情不准了，不可靠了。啊，到时候不准你也找不到他。啊，他不负责任啊。佛菩萨讲经说法了，对我们负责任的。啊，五百阿罗汉做证明。啊，世尊当年讲经说法没有记录。啊，经典是佛灭度之后，迦舍阿难发起集结经藏。啊，邀请五百个罗汉，这都正果的人，都是佛弟子，过去佛讲经他们都在做，他们都听到了，现在请阿难上台复讲，这五百个人做证明，五百个人有一个人反对，那一句就得删掉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不是的，一个反对都不行，五百个人个个都赞成，没错，是佛说的，这才能记下来。取信于天下后世啊，集结经藏，这样的严谨呢、啊？啊，就是怕后来有魔外、魔王外道冒充，啊，来造假的经。啊，这是这些弟子们。这些弟子们由佛化身来的，由大菩萨化身来的，不是凡人的。大慈大悲集结经藏，啊，目的是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这个缘多难得。啊，我们遇到了也不相信，就相信鬼话，那是自找苦吃。佛没有这样教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，阿难尊者特地为我们，就代表我们向佛请教，佛不住世了，我们依靠谁？佛住世，大家依附；佛不住世了，我们依靠谁？啊，佛教给我们四依法。佛不在世，你要依照这个四法，等于佛在世一样，没有差别。第一个，一法不一人。法是什么？经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阿罗汉集结这些经典，释迦牟尼佛承认，他一法不一人啊。啊，这一句话了，就是把所有经典呢肯定了，承认了。啊，第二个，一了义不义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呢？能够帮助你这一生成佛的叫了义，能够帮助你这一生做阿罗汉做菩萨不了义，没有到究竟。啊，你看看是。
啊，我们要找了义经啊，了义不是很深呐、啊，不是很庞杂了，不是啊。啊，你要想一想，什么叫了义？我这一生决定能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。啊，能够成佛做祖，这就是了义。了义当中的了义，究竟了义，就是这部经。我们找到了，啊，比华严法华还要了义啊！法华跟华严的了义啊，最后是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不求生净土，它就变成不了义了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那叫了义了。如果没有这一章呢，《华严》不了义。啊，《华严》讲得太深了，讲得太玄了，不是我们境界。我们依那个法门修，得不到利益。修不成功，啊，这个法门，信愿念佛，保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保证你成佛修行的道场。你在那里修行，决定成佛啊！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情，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决定往生啊！清净阿弥陀佛，决定成佛，这叫究竟了义啊！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第三个，佛教我们一义不一语，啊，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没关系，深说浅说也没关系，意思要对，啊，因为佛知道将来这个经典呢，全世界流通，会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。啊，那一翻译，如果一语就不行了，意思对了。啊，语怎么说都没关系，叫我们一义不一语，不要怀疑翻译。啊，最后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。啊，知识、理智、智慧，要以这个去判别，事事感情，不能感情用事。啊，用情时用事，麻烦就来了。你看这个四依法多好！啊，守住这个四法。等于释迦佛在世没两样，啊，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这一部大经，这就是究竟了义的大法，如同世尊在现前为我们说法，啊，这正贤平等普觉之意，这第一个。第二呢，曰以平等法觉悟众生，啊，这个法简单容易，啊，文道。可靠
一切众生都能接触，所以这平等法救护众生，静音疏月，无作无所有等，为平等法。持名一法了，心作心识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一句就是两句话的浓缩，暗合道妙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认为他太浅。大道应该是非常之深奥，非常玄妙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。这法太容易了，所以3岁小孩也懂。这没有什么稀奇。把这个法门呢看低了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佛不责怪我们。早年我们在美国，很多同学告诉我，在美国人的观念，你要是讲经说法，叫人来听，一分钱都不收，他说你这个不值钱，他来不来？要怎样呢？那门票钱越高，他越喜欢来，这大概是好东西。所以要我收门票，我说不可以，我们不收门票。那好东西呢？你们迷惑颠倒，当面错过，假东西，你们拿高价钱去买，认为是好的，这就愚痴啊，没有福报啊。世尊教学一辈子，没有收人家一分钱的。自己生活很简单的，日中一时，辕门徒步，树下一宿，这生活解决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古时候，人虽然少，没有这些科学工具，一切都要靠人力操作，所以一衣一食的得来不容易。大家都知道节俭。现在科学技术带来方便。人富裕了，富裕就奢侈。所以一个下意识，大概价钱越高，东西越好，货真价实啊。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，于是上当了。魔王外道，用高价钱来钓你。真正大发了，你们有缘分遇到。所以他确实暗合道妙。很容易，自自然然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看烦恼断掉了。
业障化解了，习气没有了，都在不知不觉当中。那为什么你一天到晚只知道一心专注念这句佛号，其他的都没有顾及，自然没有了？这就是安和道妙啊，巧如无声，非常善巧，往生就是无声。无量寿啊，真无量寿，不是假无量寿啊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。啊，我常说，到极乐世界是进学校啊，是学习啊。啊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是有量的无量寿。那寿命多长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可是你离开讲堂啊，就变成真无量寿了。什么时候离开呢？成佛就离开了。没成佛不离开。啊，换句话，等觉菩萨都不离开。圆满成佛了，离开阿弥陀佛讲堂啊，进入讲堂上学啊，离开讲堂是毕业啊。每个人毕业的时间长短不一样，这个与根性有关系。与勤惰有关系啊，勇猛精进，这人就快啊，大彻大悟快啊。如果懈怠懒散一点，时间就延长了，但是决定不会退转。这个好啊，他只有往前进呢，没有往后退，只是进得快进得慢而已。所以你决定会毕业，你决定会成佛，这巧如无声，从有念入无念，因往生真无声，念得能所念忘，即是金刚般若智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亦皆净严殊，无作无所有。这是真真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。大家一定要珍惜。啊，再珍惜。真精进，真用功，要防止魔来扰乱。魔不是青面獠牙，青面獠牙的时候就把你吓跑了。魔会显得甜甜蜜蜜，让你给他见到他就不想离开他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啊，
要很冷静去观察，啊，魔跟佛不一样，佛句句话跟经教相应，啊，魔要小心，可能他一百句话里头有99句话了，跟佛讲的差不多，有一句话不是的，那你就上大当了。啊，这一句就把99句全破掉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早年学佛，李老师常常叮咛嘱咐，要我们小心谨慎。啊，不要是因佛道而走向魔道去了，啊，那就完全错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相信世尊的四义法，一定要依靠经典。啊，这个会一本可靠。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汇集本的每个字都有根据，都是5种原译本的经文句子。啊，这就是可靠的。啊，而汇集这个做法是应当的。啊，汇集是从谁开头呢？啊，这一部经最早是宋朝王龙书居士，实际上不是他开头。摩腾诸法难，这是汉明帝历史上有记载的，啊，汉明帝永平十年后派遣特使在新疆那边遇到这两位法师是印度人，啊，他们行脚在新疆一带弘法利生，啊，遇到汉明帝派去的特使，啊，见到之后非常欢喜，代表皇帝把这两个人请到中国来，他们带了有佛经、佛像，两个出家人，三宝具足。啊，到中国来，适合中国的国情。啊，那拿什么经典来教中国人呢？他们翻了第一部经，42章经。42章经是汇集本，从佛许多经典，这借一句，那挑一句，就像我们现在群书360。那，经典太多了，翻一部都很难呐。哎，哪个经典是最重要的？哎，这一句很好，揭露下来。啊，简简单单的42章，啊，42段来教中国人，这是欢喜啊。这个汇集是从摩腾诸法难开始啊，到中国来就这个做法。我们现在到外国跟外国人讲经啊，也用这个方法啊，讲一个主题，然后拿些经论上有关这个说法的抄几段来就可以讲了啊，不见得是一部经啊，几部经凑起来，你像这个注解，
83种经论啊凑起来的啊，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汇集，经是汇集的，注解也是汇集的。啊，这给我们学习带来了最大的方便。我们学习当然也是汇集的。啊，汇集要时间，要去查参考资料。啊，黄念老这个汇集本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。这里头还有一些名词术语我们碰到了不详细讲解，对我们学习有障碍，详细讲解又要查参考资料，我们不少的同学发这个心啊，查这些参考资料又编成了一部书，就将来这副册啊，这个里面有些难词难的字，哎，我们等于说有一部字典一样给你查啊。现在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你能看得出来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编的啊，这个一部经的时候编成也是这么厚，两册，上下两册，啊，分量跟这个差不多，这就不要大家去找麻烦了，啊，去费那么多功夫，啊，费那么多精神，啊，都给你预备好了，啊，让这一部注解有个圆满的本子。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来学习，这样把极乐世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真正清楚明白了，你就真想去了，这地方真好，啊，十方诸佛刹土确实比不上这个地方，这怎么能不去？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。念老引用《金刚经》里面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啊，也就是《净严疏》里面“无作无所有”。这个经跟论，书算是论，里面说的两句话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“看得破，放得下”。啊，无作是看破，作而无作，啊，作是什么？思，无作是理，啊，理上没有起心动念，无作，事上呢，做得圆圆满满。啊，理上没有起心动念，菩萨心啊，佛心啊，
所以要学到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坐跟无足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有没有坐呢？49年讲经教学不是坐吗？天天在坐吗？虽然天天在坐，释迦牟尼佛49年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这叫无坐。所以他心是清净的，他心没有疲劳。啊，我们这边做工作为什么会疲劳？有足，有足而足，累了。他天天都在做，没有间断的在做，他没有心，没起心动念。无足，所以他没累呀，他没做嘛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心空无啊，心清净，事就清净，做得圆满，自己没有丝毫疲劳。啊，他心是定的，心如如不动。啊，身体在劳作，这身体像机器一样，机器打开，一天到晚工作，他没有叫累。这个理很深。但是能体会得到，啊，是一如是法教导众生，横处三界，成就近处，是为以平等法救度众生。啊，阿弥陀佛用的是平等法，净土宗用的方法是平等法。啊，确确实实能帮助众生，成就近处啊。啊，这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。如来的觉是平等的。水平，没有浪，啊，没有波浪。水平水干净，它就能起照见的作用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要照见。啊，心要是平静，就能照见法界。啊，照见法界。法界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缘尽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它能见过去，能见未来，啊，能见此界，能见他方，
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看远方，远方好像在现前。能吗？能。我们现在反复用望远镜，不就是把远方拉近了吗？拉到眼前来了吗？这就距离没有了吗？啊，清净心的能量不需要用工具，啊，这些科学仪工具不需要。啊，再远的地方都能够拉到近距离来，就在眼前。啊，佛经上常说，就在当下，就在眼前。啊，过去、未来，都能把它摆在现前。第四，专究本经，平等觉以及极乐教主的圣号，就本经，平等觉就是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称为平等觉。以上注意。题中句式，上面讲了四个意思，平等四个意思。经题上这四个意思通通具足，啊，全都有。后面还有个经字，啊，经是通体，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。啊，上面这十四个字是别题，只有这一部经上有这个名题。啊，所以经是通题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经者，梵语修多罗。啊，修多罗要是质疑呢，它是现。啊，用意义称为奇经。啊，现。印度古时候这个经典，不像中国，中国把它装订成册，啊，它没有，它是。贝多罗树叶，用这个树叶在树叶上写的字，把它裁成长条，两边打两个洞，用线把它穿上，啊，这就是经书。啊，读的时候一张一张的翻，所以这线很容易断，断它就脱落了。啊，那么这样的原始的经典，一般大规模的博物馆、图书馆呢都有收藏，啊，我们也都能看到。啊，这一次我们访问斯里兰卡，看到寺庙当中这贝叶经很多。啊，一包一包的，外面用布把它包起来，啊，整个房间都放满。啊，我们过去看过贝叶经，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分量，在那边保存得很完整。其切离，啊，离者，实即离体。
我们今天讲事实真相啊，事实的真相就叫实际离体啊。佛一生讲经讲的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就不是假的，这其理。二者呢，要其七，即者即矣，就是众生的根基，要适合众生的程度，他能够理解，啊，不能太深，深他不懂。于是乎，我们就能够想到。这一部经，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。为什么讲的不一样？听众程度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，言语不一样。啊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言语，佛到哪个地方就说法。是随从那个地方的言语，那大家好懂啊。啊，那这就差别就很大了。啊，集结的时候，所有各个不同处所讲的话，通通都把它集结。啊，所以。翻译成我们今天呢，就有汇集的必要了。啊，如果阿难尊者在那个时候，把这各种不同讲法汇集成一种，行不行啊？是行，但是行不通。那些阿罗汉不会同意，阿罗汉要原样子。原汁原味，你要把它汇集，搞得不是原汁原味啊！虽然是好啊，我想有一个人不答应就没办法啊。少数服从多数行，可能做得到，这一个不同意，你就无法子通过啊！这积极的谨慎。啊，在各个地方不讲的，所讲的就照那个地方来记起，不要改样子，所以就变成多种的原本。啊，里面出入就很大。啊，佛当时讲，只是介绍极乐世界。啊，每一个地方听众。程度不一样，文化水平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需求不一样，讲经的人面面都要顾到。啊，这个我们都应当要了解。啊，所以他这契合众生的根基，兼职时机，时机因缘，故契机者，切合众生水平于时代也。2500年前，中国没有统一，中国是秦始皇统一。秦始皇之前没同意，夏商周虽称为天下共主，啊，称为天子，他没有统辖的权，啊，像现在的联合国一样，没有统辖权。
啊，夏商周的天子，自己统辖的都很小。啊，历史上记载，陈汤上网。他的国家的面积只有70里，方圆70里，现在的一个小镇，那就是一个国家。啊，周家的土地大一点，100里。啊，为天下共主。啊，周朝时候历史上记载，中国这个地区多少个国家了？800诸侯，诸侯就是国王，就是800个国家。啊，100里以上的大国了，小国20、30里，20、30里现在是小村镇。啊，你的政治办得好，啊，这个国家一切整齐都上轨道了，别的国家来跟你学习，来请教你，你教他，所以尊称你为天子。啊，印度也没同意，所以佛陀在世。啊，皈依释迦牟尼佛，依附释迦牟尼佛做老师的，有16个大国王。我想他的大国跟中国大国差不多，有100里就大国了。啊，中国历史上称为百里侯。啊，那就是大国的国王。当时佛在世，有16个大国国王。啊，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自称为弟子。啊，所以佛教化众生就方便。哪个地方请就哪里去，多半都是国王大臣来请法。啊，平民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佛这个僧团很大。啊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这常年跟着佛的，佛在哪里就跟着一起去。通通过游牧生活，晚上都是树下一宿，啊，中午出去徒步，一天吃一餐，这生活方式，啊，休息的时间定在中夜，啊，中夜是晚上10点钟到2点钟。这中医休息4个小时啊，其他的时间就做功课了。那个时候佛讲经没有任何记载，没有书本啊，所以讲的大纲一定很简单。都能记住，常常去念，啊，重复的去念，啊，也能够去唱，啊，这个歌谣全世界都普遍，
古时候这个文化起来最早，人都喜欢唱歌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六经都可以唱的。那我们想到佛的经典可以唱，叫风诵啊，这就是唱啊，啊，容易记也。啊，特别是经典里面的寄诵，寄诵有韵，啊，唱起来很好听，句子很整齐，便于寄诵，啊，也是不会忘记。啊，经为审文，略取其次。但明月经，那这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其字省掉了。啊，中国圣人留下来的著述称之为经，这最尊重。啊，所以四库里头，第一个是经部，佛所说的。这些典籍传到中国也称之为经。经具贯摄常法四义。啊，这是通常讲的。这经呢一定具足这四个意思。贯则贯穿所说之理。摄则摄持所化之身，就是众生；常则古今不异。他所讲的，今天讲的超空间、超时间啊，三千年那个时候讲的，适合那个时代啊，都能用得上。三千年后今天呢也能用得上啊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真理，真理永恒不变，真理超越时空啊，世间人的文字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观，这是好的言语，好的文章。啊，下面三个字就不容易做到了。啊，能摄受一切众生。文学作品。啊，再好的作品，写得好。你要看十遍以后不想再看了，他摄受力量只有这么大。哎，人家你看了还想看，看了十遍不想看了，那这就算不错了。可是经不一样，经叫百读不厌，读一辈子都不厌。小时候学了，到八九十岁了还读不厌。这力量多大啊，中国四书五经就有这个力量。啊，再高明的文学作品不能跟他比。啊，第三个字是常，常就是超时间超空间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点，它都合适，啊，都用得上，啊，这个很难。后面有这法，法就是规则，啊，方法、法则，尽语言同尊。
啊，净是我们本地，圆是远方，啊，全世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区，乃至于超越时空，到他方世界也能行得通，也不违背。啊，具足这四个条件呢，则称之为净。啊，上述四字可净净字之意。啊，这个净的意思有这四个意思。又佛所说者，通明为净。啊，佛所说的就称之为净。故题中净之一字是通明，啊，一切都是佛说的，都称为净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十四个字是本经独具的别题，啊，不相同的，跟其他的经不一样，但是净这一个字相同。啊，佛所说的通通称之为净，所以题里头有通题，有别题。啊，住经立民，不离人法语。啊，所以经题不是随便立的，它有原则，有规矩。如果不合这个规矩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佛经经体的规矩有七种。啊，实际上三种：人、法、比喻。这三种，但是分开来讲，这就有三单，啊。人法语立体，单人阿弥陀经，这个题上啊只有人，阿弥陀是人，啊，单人立体，没有法，没有比喻。第二呢，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是法，没有人，没有比喻。啊，单喻像梵王经，梵王是比喻，大梵天王的罗网，是用这个比喻来做经题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没有人，没有法，这叫三单。啊，下面有佛，啊，佛是。两种合起来的，有人有法，譬如文殊问般若经，这个题里头，文殊是人，般若是法，人法立体，没有比喻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法语。立体妙法莲花经，妙法是法，莲花是比喻，它没有人。第三种人喻，菩萨璎珞经，菩萨是人，璎珞是比喻，啊，这叫三佛佛，三单三佛。还有一种呢，人法语全有，叫具足立体，就具足人法语，大方光佛华严经，佛是人，大方光是法，华严是比喻，啊，所以这个题里头，人法语通通具足。那么本经
在这个七种立体当中是摄于具足，他人法语都有啊。佛是人啊，此图果人证得究竟果位的无量寿呢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他也是人。极乐世界证得究竟果位的人啊，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是法，大乘是比喻。所以这个经体里头有人有法有比喻，啊，我们把注解念一遍：今本经体一具足人法语，啊，这个经体，题中佛字表此土果人，果是正果，证得究竟果位，啊，我们称为佛。无量寿是彼方果人，彼方是极乐世界，故题中举两土果人。此土释迦如来，彼土阿弥陀佛，啊，名号啊都在题中。庄严清净平等觉，这七个字是法。大乘二字是欲，乘者彻也。啊，所以它是比喻。此经呢，可蕴载无量众生，先知报数，如法华之大白牛车，故以大乘为喻。啊，大乘。就是大车，大车能够载很多人啊，比喻这个大车把这么多人运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要乘这个车才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车什么？这个车就是这一部经啊，用这个车程呢做比喻。下面一段，说明经题里头别句教理行啊果。这是四种经的本经也都具足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注经借据教行理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一切经里头有教有行有理啊，本理立教，教是根据理建立的，依教修行，从行行理，所以注家释题啊，注解经的人解释题目，须明本经题中别句之教行理啊，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。那么专就本经啊，就本经来说，佛说大乘是教啊，这是大乘经。
是大乘的方法，无量寿呢是理。啊，为什么？无量寿表三机一如，啊，三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间。涅槃常住的法身本体，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，啊，是心是佛的本性，故判书于理，盖其为实际离体。啊，这是根据这个道理，实际离体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根据事实真相这个理来建立教学，就佛说大乘呢，这是教，就是依此无量寿的离体，直指啊大乘为比喻。为宣说众生本具之大乘，判之为教啊，一身分明。这后面这一句说得好，众生本具之大乘，这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。啊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？自心变现出来的，自心就是无量寿啊，因为它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变法界虚空界只有它是真的，所有现象都是假的。佛法讲真假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生灭，有生有灭，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找不生不灭只有一个真如自性，它是真的，虚空都是假的。啊，虚空有生有灭，迷的时候它出现了，到成佛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有生有灭，但是它生灭当中没有变化。啊，也就是说它没有分别之处，它没有变化。啊，不像啊有变化的，我们这个身体有变化，树木花草有变化，山河大地有变化，虚空没看到变化。啊，所以它是生灭的，凡是生灭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白法明门里头，啊，跟我们讲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，有94种啊，有生灭没有变化，有5种，也叫无为法。最后一个真正无为，叫真如无为。啊，那个是真的无为。啊，虚空也是无为，它是不是真的？相似的无为，就是它还有生命。啊，所以万事万物同一个自信呢，同一个真心呢。无量寿代表离体，代表真心呢，代表法性呢，
代表自信，代表真如，啊，代表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那用现在话呢，这真理，这经根据真理说的，事实真相而说的，啊，它是众生本具的，啊，真的一切众生共有的，假的不一定，啊，你有我没有。我有，他没有。啊，真的决定是共有。啊，能生能现。啊，是真的。诸佛有，众生也有。啊，根据这个道理来建立教学。又从教起行。啊，这个教是要把这些理跟我们讲清楚，让我们生信心。啊，事讲清楚，我们才能发愿，才能依教修行。如果理事讲不透彻，我们自己没搞清楚，我们的信愿就不足啊，不足啊，就会有动摇。动摇呢，那邪门外道啊，沉积渗透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如如不动，他成就很快。故下文中庄严清净平等觉，皆是佛所教化的妙行。一句阿弥陀，一致庄严自性，清净自性，是即依教修行也。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原先本具之平等觉，是一心显理。啊，这个显理就是开悟。啊，那么这个文中告诉我们。庄严清净平等觉，就是佛所教化的修行行门啊，妙行，妙行是一句阿弥陀佛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庄严自性，清净自性。这真修净宗，真正取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过去在时间短的时候，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，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不能细讲。啊，只能够略说。啊，所以无量寿经，我们曾经用60个小时讲圆满的，啊，100多个小时讲圆满的，200多个小时讲圆满的，现在是用1200个小时，啊，这就有详略不一样，啊，
我在简单讲的时候，把这个经题叫做修因正果。佛是先讲果后讲因。如果从果上来讲呢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行，庄严是相好，这果报啊，我们大家想要的那得要修。怎么个修法呢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正觉心所以清净平等觉是心门，是因心。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德，你修因你就能证果我讲这个意思讲得多这个很好懂，很简单，很明了说明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清净平等觉这三桩事情重要，要非常认真去学习用什么方法？一句佛号，这叫妙极了一句佛号里面就能圆满成就清净平等觉清净烦恼没有了，平等知见没有了，觉迷惑没有了，你看烦恼业障全消了，就这一句名号，这妙不可言叫妙心妙心就是一句佛号不再添别的麻烦，要念到什么？念到什么境界都不能够干扰你，你就功德成就了也就是说万缘要真放下不要被他干扰，功夫就成功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